我们终于到拉萨了。拉萨非常好看。我知道，茶园水上多非常好看。我们待在哪儿？我们待在 Kichu 旅馆。很好，我们走吧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今天我们做了什么？吃完以后，我们去门市看，然后我们去看喇嘛岩井。为什么门市看？因为我觉得门市看。 也很有意思。啊，好，我们去。哇，很有意思。呀，我们学习很多大约传统一样。正邦，我们去在哪儿？我们去布达拉宫，和看喇嘛念经。很好。喇嘛念经非常好听。呀，我真想收听。 你要去吃饭？好。你想吃什么？什么饭在拉萨？三扒巴勒苏卡沙贝里。我想吃饭。很好，我想吃三扒。我们吃拉萨Namaste餐厅，听好。好。今天我们做什么？首先，我们去大昭寺。 我想看壁画和里面的佛像。以后我们去盘山。星期来很好。盘山非常好。我也觉得，去尼游高原探营，哎呦，吓死我了。哈哈，我不想做。我也是。谢谢拉萨。